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，第十五章五十五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一百九十七页，新约圣经一百九十七页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五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一二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闭目祷告。天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永生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今天你保守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没有落在地狱里，没有落在审判里，你救我们脱离将来极大的审判。我们今天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今天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，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世界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脱离律法，脱离黑暗的权势。今天你必能将众儿女都领到主你丰盛的青草地，使我们能够领受你从天上来的话，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，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做开启的工作，照明弟兄姊妹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大光，亲自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指教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我们每个人的根基扎在你基督的磐石上，建立在主你所漠视的话语中间，把一切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从教会中间除去，使弟兄姊妹能够静静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。求你亲自保守这几天的聚会，除去一切撒旦的拦阻，在我们中间亲自向你自己众百姓说话，把你自己软弱的瓦器握起来，借着他的口将你自己丰富的话语临到我们，将你自己启示的话语临到我们，就求你亲自来使用你自己的瓦器，亲自来用他的口在传讲天国的奥秘，把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向众弟兄姊妹显明出来。感谢赞美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交通。第五点，第六点，第六点是吧？罪的权势是什么？罪的权势是律法。我说没脱离律法，等于我没脱离罪的权势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，而且在十字架上也解决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律法的问题。律法在我们身上已经不起作用了，那个权势已经被打消了，被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律法的权势已经撤去了，没有办法，律法没有办法定我罪。这就是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那就表明律法是掌罪权的。谁要犯了律法，就是犯罪；若不犯律法，就是不犯罪。那么现在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什么叫权势？你比如说中国的版图啊，是不是？中国的版图就像攻击一个版图一样。那么中国呢，这个权势只能管这一个范围内，是不是啊？别的他管不着。那么朝鲜人他能不能管着呢？管不着。管不着。美国人能不能管着呢？日本的中国能不能管着呢？所以这个地图的版图就说明中国所管辖的范围，这叫权势。权是掌权，势是势力范围，
那么这个罪的权势是什么？谁在掌罪权？律法掌的是罪权，所以今天没有脱离律法，就等于没有脱离罪。咱们讲的解决罪的问题，第二是逃避将来的，就是这第四点逃避将来的审判。这第二点是什么？脱离律法。第一个是脱，是吧？解决罪的问题，第二是脱离律法的问题。律法是整个教会中间很难讲的一部分，难不难讲？难讲。有很多人现在捆在律法下，你要说不守律法的，在基督里不守律法的，他会给你定成各式各样的异端，甚至给你找一个你是救恩派的。那我想问他，忽略了救恩怎能逃罪？他说你是救恩派的，你讲什么？他说你是什么派？在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派的，你是永生派的，你是基督派的。他会用各式各样的话语来攻击你，说你是一个派别，把你攻击成派别。同时他在攻击你的时候说你是什么派的？救恩派的，就已经定他的罪了，上帝就定他的罪。这就证明他不讲救恩，他讲生活，他讲地上的，他不讲天上的，他讲我认为我感觉我觉得，他讲这些，所以就定他的罪。这里边说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呢？什么叫诠释？好，现在这里面讲的是，这里面有律法啊，这里面无律法。一个有律法，一个无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有律法的，那么现在呢，这里边就有什么呢？无律法的这里边就无罪，是不是啊？有律法的就把人就围在这个权势下，是不是啊？人就被律法圈在哪里去了呢？圈在罪。所以在这个权势下，在律法的权势下，就等于在什么的权势下？罪的权势下。无律法在这个里头就等于无罪，就看你在律法下是在无律法下。那什么样是无律法的呢？恩典。什么样是有律法的呢？那么在旧约里头有规条，是不是啊？有诫命，有律例，有典章，有日子，有节期，这些都属于有律法。为什么旧约和新约不一样？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另立了新约？原因就是因为在旧约有律法这个权势，每个人都有罪。举个例子，这个县呢有两个县，一个县是赵，一个县是什么？李县长管辖，这是李县长管辖的，这是谁管辖的呢？赵县长管辖。赵县长管辖这个县呢，没有规矩，外来的开发商都可以到赵县长这个县里头去开发，但李县长这里不行，有许多规条。什么规条呢？不准在我县里随便的乱开发，谁要开发，那么就把谁捉起来，是吧？不准做买卖，不准做这个，不准做那个。所以哪个里边的犯人多？李县长的犯人多，赵县长这里的犯人就少，因为这里边没有律法，是不是啊？你随便开发，你只要能活跃我县的经济就行。赵县长有个政策，这个政策是什么？只要外来商到我县里来开发，我就接纳。因此赵县长这里边的经济发不发达呢？发达。经济发达，这里的经济发不发达？不发达。不发达，原因是因为他有许多的规条，所以呢也有去投靠李县长这里的，到他们的县里进行开发，进行做买卖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呢赵县长就修了个大监狱，就是李县长就修了个大监狱，把所有的人都放在那个大监狱里头，只要来开发的人就放在大监狱里头，就给他圈起来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这
李县长他里面有律法，只要犯了他的规条，就都放在监狱里。所以这群人都成为什么人呢？犯人，也叫罪人，是不是犯人呢？就都在李县长这个大监牢里头待着，给他穿上犯人的服，戴上手铐的，戴上脚镣的，成为犯人就在里面的。因为什么犯的？因为开发，因为做买卖，是不是？好，有一天赵县长听见李县长那里头押了许多的开发商，就打电话给李县长，赵县长打电话给李县长说：“李县长，我听说你们这个县里头，关押许多的开发商。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为什么关押他们啊？他在我县里随便的开发就不行，这就把他关起来。后来赵县长说：“这样吧，把你那个开发商，我给你钱，把你开发商卖给我。”李县长一听：“行啊，卖给你吧。”他就花钱，花了重金，把李县长那个大牢里头的所有的囚犯都买到他那个县里头，买到他的县里，告诉这些被买的人开发商说：“你只要到我县里头，在我县里随便的开发，随便做买卖，不算有罪。”听没听明白？后来他们就开始就被买到了赵县长这个县里头，就开始开发，又活跃了赵县长整个这个县里头，就活跃了他的经济。同时他说：“你随便开发，我不定你罪。”所以呢，被买过来的人白天开发，晚上把囚服穿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忏悔呢，忏悔的，哎呀，又犯罪了。哎呀，我犯什么罪呢？我犯李县长他们那个县里罪。赵县长有一天去视察去，到他们宿舍里头，这一视察，你看他们都全都跪在那穿上囚服，在那认罪。就问他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“我们认罪呀。”“你们犯什么罪呢？”“我们犯了李县长不让我们开发，我们为什么开发？”赵县长说：“你现在不在李县长，你现在在我这里头，你开发不算有罪。”他们：“哎呀，我们还是有罪呀。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已经脱离这个罪的诠释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在无罪的里面了，无律法就无罪，是不是？但他们还总觉得自己有罪，还总穿上一个囚服，罪人犯人穿的那个衣服。赵县长最后跟他宣布一件事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再也不是罪人了。你虽然做了跟赵县长、跟李县长那里做一件事，在我这里做无罪，在赵县长做就有罪。听没听清楚？你在我这里做无罪，你要在赵县长、你要在李县长那里做就有罪。能听明白吗？这就叫诠释。什么叫诠释？我已经脱离了这个李县长这个县了，不在他这个律法的范畴之内管了。我现在在赵县长这个范畴之内。”哪来的罪呢？好，这堂课呢，我就跟弟兄姊妹一直来交通这个问题啊，罪的诠释。那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这是说明解决律法，那就解决罪。若不解决律法，就永远不能解决罪。因为昨天我跟弟兄姊妹查考了，为什么说解决律法就是解决罪呢？昨天说律法叫我治罪，我若不解决律法这个势力范围，他管我这个势力范围，我没脱离这个势力范围，那我就今天就被律法所管束。律法它是掌罪权的，是不是？当我要若靠律法的时候，这是律法啊，靠律法的时候生出来的是什么啊？私欲，是不是啊？私欲即怀了胎，生出什么？罪来。罪即长成，生出什么？死后起了什么？审判。审判完下哪去？地狱。
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没？这根源在这了。好，我如果不靠，我不靠律法，我在哪里呢？我在恩典里。我在恩典下，圣灵就重生了我，因为圣灵和私欲是相争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被圣灵重生了，不是私欲充满，是圣灵重生。圣灵一重生我，我就被称义人。义的结局是什么？生。生完了得什么？得什么？奖赏，奖赏完了之后上哪儿？天堂。你看，看清楚了没？根源错了，就两个根源，一个生的根，一个生的根，一个死的根，一个律法的咒诅的根，一个是恩典赐福的根，是不是？那么这里面是律法，我越说律法越生私欲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五节说什么？我属肉体的时候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身体上发动，以致结成什么果子？所以我若靠律法成义，肯定生什么？私欲。私欲既还才生出什么？罪。罪既长成生出什么？死。死完了且有什么？什么？审判完下哪？跑不了的，是不是？只要根源错了，这两个根，一共就是两个根啊，一个是赐福的根，一个是一个是赐福的根啊，赐福的根在下边，这是什么？咒诅的根，一个是赐福的根。好，我在根源上就错了，我在根源上就靠律法，那结果就是这些。所以我没解决律法的问题，表明私欲解不解决？解决了。私欲没解决，死解没解决？解决了。死没解决，那么罪没解决，死就没解决；死没解决，审判就没解；审判没解决，地狱就没解决。那么今天我若活在恩典中间，那么圣灵就重生我，圣灵一来了就称我为义，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，是不是？我就为义，为义我就进入永生，进入永生的人就得奖赏，得奖赏的人结果是哪儿？天堂。你看重不重要？就一念之差，可能就掉到这个里头，可能就在这个里头，就一念之差，是不是？现在教会整个两极分化，一部分人往天堂去，一部分人往地狱去，听没听清楚？一部分人靠着律法，一部分人靠着恩典，一部分人凭信心，一部分人凭行为。你不信吗？不信你查一下，整个教会中间在这里的人特别多，他们天天讲祝福，一见面了神赐福你，以马内利，经常说这话，但他在哪里头？他却没有明白，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，神与人同在必须是从律法里出来的人，神才与你同在，不从律法里出来的人，神不可能与你同在，因为人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律法，行不全律法，所以呢神不与你同在。如果你在教会中间天天愿意听好话，愿意听以马内利这句话，愿意听阿门这句话，但阿门不属于你，以马内利也不属于你，神不属于你，因为神不与你同在，你跟主耶稣就没有联合。在恩典下的人与基督联合，在律法下的人与鬼联合，就这么一念之差，是神属神的就与耶稣基督联合，是属鬼的就与魔鬼联合，与魔鬼联合跑哪里去了？跑律法，就两个地方，就两条路，就两个根基，就两种结局，就最后就
天堂地狱生与死，就看今天你往哪里去，是不是？没解决这个问题，天天还喊一马内利，行不行啊？没解决律法的问题，还喊一马内利吗？你喊出来那个东西也不仗义，没有底气喊出来一马内利，感谢神与你同在。有没有人这么喊？但他懂没懂？必须得脱离律法。我讲的脱离律法，是不是？脱没脱离呢？所以这个权势脱不脱离？只要我触犯律法，那么律法就告诉你，你犯罪了，所以我就天天被他定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要不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，我就永远不能从罪里脱离出来。昨天我讲了，那么圣经有一些个律法，有一些人不守，但他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些律法，行不行？自己给自己建造一些律法，行不行？第七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没有一个。你敢肯定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吗？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不是叫人称义的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我们看第一节经文，是加拉太书。第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。找到吗？第十一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明不明显？已经明显了，这是神给我们明显的，就是已经表明出来了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这是神说的话。神为什么要宣告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呢？神为什么宣告这件事？神宣告这件事情是告诉你，他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所以我们今天应当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是这个意思呢，还是叫你脱离律法？脱离啊，脱离。世人都犯了罪了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这么说，他没靠着律法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称义，包括以色列没靠着律法称义，那是教我们今天要好好遵守律法，得靠律法称义。你这个人得糊涂到什么程度了？圣经里经常说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这些悖逆的百姓啊，顶嘴的百姓啊，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守住律法的。所以他说，有的基督徒说，他们守不住，我守，我就一定能守住。这里边在宣告，没有一个人是在否定全世界只要有血气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干什么呢？称义。是在否定，不是在他们不听话，你们听话，要是靠律法称义啊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？那没有一个人能把太行王五二三能搬到渤海里头。你说我难，他们搬不了，我搬，你傻不傻呀你啊？有的人连神的话都听不懂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在否定全世界的人。只要你长肉，有血有肉的人，你就不可能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是在否定。否定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你脱离呀、啊，还是叫你守？脱离。有的人这个脑袋就是有问题，先天有问题。亚当不听神的话，吃了分别善恶树果，那我听。你想想看，保罗今天是上
帝在新约里拣选一个人物，他是一个什么人物呢？守律法守的是好呢是不好？不好啊，不好吗？保罗守律法守的是好是不好啊？好啊，好，那发个底他守律好。神为什么在新约里拣选一个守律法守的最好的，比法利赛人守的还好，在加玛列门下严谨受律法的教训，好不好？有可夸的。保罗说就律法上我是无可指摘的，找这么一个无可指摘的人，表面守的好吗？专业的。保罗守律法专不专业？专业。专业也可以说他是什么律法的行家，守的是最好的，谁也没有比他守的再好的。神就从新约里拣选这么一个人物，而且是法利赛人、便雅悯支派的、以色列族的、希伯来所生的纯希伯来人，就拣选这么一个人，把他扭转过来，叫他给全世界人做见证，来，就用你来做见证，就守最好的。你告诉全世界，你律法在律法上守的那么好，在神面前能不能成义？就他在做见证。最后保罗说，别人要有可夸的，我更有可夸。我为什么有可夸呢？你看我是哪个纯的专业的，是不是行家，谁也没有我守的最好。你说方言吧，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你们靠肉体夸我，你们靠肉体夸我，我更夸着了。你们靠肉体，我肉体比你们肉体还好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便雅悯支派的，我是希伯来生的纯种希伯来人，我是以色列民族的，纯不纯？既然这么纯，保罗说我都不守律法，你们还守吗？我专业守的行家我都不守了，你们还守吗？这话你得会听，是不是？专业举重运动员举不动1000公斤，你告诉我举，没有一个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能举上1000公斤的，我大石头别说1000公斤，500公斤能不举动？你跑那去逞能，你说我来，他没举动我举，你不用举，你搬一下都搬不动，你还逞能吗？啊，那叫逞能啊。上帝最不爱人逞能，所以上帝拣选的守律法守最好，谁也比不上他的，最后就用他来堵全世界所有人的口。你今天只要在律法下，你就别想进天国。那守的最好专业的打枪的没打中，你这个业余的跑那去打去啊，能不能打中啊？咱们继续比赛吧，咱们上这个靶场上比赛，专职打枪的一辈子就以玩枪的，玩狙击枪打啪啪啪800米都打不动那个心，打不动那个圆心。你这个业余的根本没有人教你怎么打，你那标尺多高，是不是？那嘴型那个整个那个狙击枪里面那个镜子从哪个角度，是不是30度100之间呢？我打在那打着，风向是多少？是不是？这距离多远？对不对？空气的温度是多少？那差一点，那个子弹就不落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有可能这靶心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瞄这个地方，我必须瞄这个地方才能打到这个靶心。有的时候风从这边来，我必须瞄这个地方才能达到这个靶心，不是人想象那个，不是人认为这律法就不就守吗？不就守吗？谁都能守啊！你可以守守试试，有一位守的最好者，他放弃了。他放弃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？目的是什么？叫所有的人效法他，都放弃。他说连我们都不守律法，你们还守吗？是不是？好，这里面说没有一个人靠
要律法在神面前成义，这是明显的，明不明显？这么明显的事，有的人却忽略了它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我们再看啊，加拉太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十五节，既知道，下面说，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。这是保罗说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。这是保罗自己说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因律法称义。保罗在做见证，多处在做见证，没有一个人。一共三处经文说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那你今天要不要靠律法称义呢？保罗守的好不好？他都说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否没否定律法？否定了。那么在腓立比书也否定了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晓得吗？你看啊，不是忧虑法，这又否定了。第九节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在他里面不能在肉体里，在肉体里就得去守律法，在他里面不靠肉体啊，从肉体里出来，凭信心从肉体出来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注意看，并且在得以在他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否没否定？不是，是不是否定？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由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义哪来的？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不是由律法而来的义。清不清楚啊？明不明了？这句话明不明了啊？已经告诉了，说那个炸子啊，我们东北这个地方愿做那个炸子，放那个油，那炸子啊，你不能吃，你吃了就得炸死你。那炸子啊，谁吃了就得把你崩死。有的人说，那他崩死，那我吃，你吃你不也得崩死吗？有的人就是傻到这个程度了。不要玩吃了，吃要死了，要死那我是。你说这个人聪明是傻瓜啊？愚昧呀、啊、是聪明啊。别人崩死了，他说要他崩死，崩死了那我吃，那你是不也得崩死吗？他崩死了是给你警戒，你说你看到这东西不能吃，你看有人崩死了，有人炸死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你吃了不你也得炸死吗？那毒药丸有人要死了，目的是什么？不让你吃，是不是、啊？以色列守律法，全会众全部倒闭旷野了，是不是给全世界人看？目的是什么？啊，警戒，不让你再去失去，不让你再走以色列那条道路。他是守律法，按照律法，整个进旷野中间全部倒闭旷野。大卫说靠律法成义，刀剑世代不离开大卫的家，是不是、啊？大卫没守好，他是没守对。我们今天也是我守，你这叫不服啊！你这不服，将来上帝就会叫你看看，你不服的人、不法的人、不服的人，上帝就用律法来堵住你的口。所以呢，没有一个人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没有一个人就是否定所有的人都不能靠律法称义，那就包括了我也不能靠律法称义。这神告诉的，神提出来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这样我要靠律法就一定不能称义，对不对呀？但教会中间靠律法称义的人多不多？多。他以为这是一条正路，他就以为靠律法称义。你看这律法不是神颁布的，不也记载在圣经？这不都是神的话吗？为什么不守？是啊，生和死都得记在圣经里，那你是要死是要生呢？就不能两个都兼远呐，是不是啊？石头也是神造的，
你吃不吃呢？啊？吃不吃？为什么不吃？那么都是造的吗？话语只要记载在圣经，你就都走吗？既然圣经还有撒旦退去了，你走不走？你看撒旦退去了，我也得守撒旦退去，我也退去。都记载在圣经的话，有好话，有坏话，有咒诅的话，有赐福的话，是不是？有进天堂的话，有下地狱的话，听没听懂？有律法下的话，有恩典下的话，你遵守哪个？啊？要哪个？恩典。有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这个脑袋就是不回弯，这脑袋就是不转弯的那种脑袋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你在人间的，他就憋在那里，就认为那对。有没有？有的人就憋在那里头，你就怎么弄他也不出来，他就认为那样对。记载在圣经里的话，不是都叫我们遵守的，不一定都叫我们遵守。比如说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，是不是？不一定记载在圣经的话，不是都叫我守的。圣经里很多的话，不是叫你遵守的。你比如说，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话，是对假先知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你们在这一国人中间，所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你们要防备，是不是？谁们要防备？你们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防谁？防假先知，是不是？假先知是谁？你比如这句话，你们要防假先知，你是在假先知里的，你是在这里头。你看看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完了就把假先知的话，他不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了。有人应用就有，把这个就变成歌了。来到教会像只羊，回到家里像只狼，羊皮挂在大门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，假冒伪善难登进天堂。你看，把假冒伪善，假冒伪善是指法利赛人说的，是不是？披着羊皮是指假先知说的，所以他就乱应用，把假先对假先知说的话，你听到？还有对法利赛人说的话，假冒伪善的文是个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把法利赛对法利赛人说的话和对假先知说综合起来拿过来。合并在一起，应用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身上。教会有没有这样？你看那首歌，不信你看看，有一首歌就叫什么？来到教会像只羊，假冒什么呢？回到家里像只狼，羊皮挂在大门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，假冒伪善难进天堂。有没有这首歌？有听过吗？是我编的，还是那些个假的传道人故意的写这首歌？他没明白，假冒伪善是指法利赛人。你遵守吗？假冒伪善是指他说的。那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，是指教会弟兄姊妹说的吗？是。哎，他都应用在弟兄姊妹身上，对不对？错不错？完全是错误，就是乱用神话的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，我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个人。你看，就圣经说了，照所行的报应个人嘛，马上把这报应个人拿过来，叫对弟兄姊妹说，你看不报应个，按照个人所行的报人报应个人嘛？应用错没错？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，是指那些假先知、假基督或者那些假传道人。照他们所行，传假道、传说假预言。他说照他们所行，这里边有一个行的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嘛，马上应用在谁身上了？应用在基督徒身上，合适不合适？啊！我要把
的鼻灸带到鼻子上，他也不管谁的鼻子，把这牛的鼻灸啊带在鼻子上，那往谁鼻子上带？牛的鼻灸往谁鼻子上带？往人鼻子上带，是往牛鼻子上带？他也不管是谁的鼻子，他把那个人说带鼻灸，他把牛啊或人呐、啊、给省略了，带鼻灸，不知道往哪上带，往牛鼻子上带是往人鼻子上带，不管，有没有这样人？啊，该给省略了，圣经的话能不能省略？啊，不能，圣经话能不能省略？撒旦推去吧，你把撒旦给省略了，推去吧。这叫我退去吗？那前面还有撒旦呢，那撒旦哪去了呢？被你给吃了。撒旦退去，你不能把那个主语给拿掉。谁退？撒旦退，对不对？牛带鼻灸，你把那牛给省略到，把牛换成什么？人带鼻灸，行不行？不行的。所以在箴言书说什么？说嚼环为了勒谁？为了勒马，是不是？配头为了勒驴，对不对？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背，那用在不同人身上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拿过来就用在一个人身上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嚼环往谁身上戴？你儿子一放学蹦蹦哒哒回来，把一看到有一个马的嚼环，给你儿子勒上，合适不合适？不合适。咱们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上帝对儿子有应许，对农夫也有应许。律法给谁应用啊？你既然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你还要靠律法称义，表明你是个聪明人，是个愚昧人。这里面神就说了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。你说我能，你能不能？第八，因为律法是给农夫设立的，不是给儿子设立的。不是给儿子，不是给义人设立。律法既然不是给义人设立，那就给罪人设立。也是被人的艺人啊，律法不是给艺人设立的，给谁设立的？给农夫设立。你要去守律法，证明你是什么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我们看这里有圣经说，律法不是给艺人设立的。那你要去守律法，证明你是艺人是罪人。保罗说，素来所拆毁的是重新建造，证明这人就是罪人。犯罪的，你为什么建造规条？保罗拆你建，主耶稣在十字架拆你去建立律法规条，证明你是义人是罪人。这是律法不是给义人设立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给什么样人设立呢？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，命令的总的就是爱。所有命令就都包在爱人如此这句话之内。一章第五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。爱怎么来的？命令所有律法，所有的命令总归就是什么？爱。所有的命令都包在爱里头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爱怎么来的呢？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，爱是生出来，不是我憋出来的，不是我守出来的，不是我绑出来的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如果我信对了，就生出爱；如果我信仰正确了，
那就生出盼望，盼望就生出什么？哎，那就一亚伯拉罕生谁？以撒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就生出谁？雅各，这就是信望爱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信对了，我在信心上建立，我不在行为上，不在律法上建立，就一定能生出盼望。我生出盼望，就一定能结出什么果子？爱的果子。这不是人编出来，但命令总归就是爱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，不是板子，不是憋出来。你一憋出来就是假的。为了表现我是基督徒，我得表现一下我自己。你这一表现就憋出来，你一表现怎么表现？你得靠肉体行为，一靠肉体行为就得去靠律法，一靠律法装出来的就是什么？啊？就是假的，假不假？圣灵更新出来的是真的，还是我装出来的是真的？更新出来，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的人，还要接受圣灵更新，脱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是我今天靠着肉体自己装出来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里边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是应许生的，亚伯拉罕代表信，以撒代表应许。当一个人建立在信心，就得到应许。得到应许的人就会生出雅各这样爱的果子来，是不是啊？这代表果，这代表应许，这代表信心，信心接受应许就结果。听没听清楚啊？信心接受应许就结果，所以有了信心就有应许。神把应许，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神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给撒拉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是不是？这以撒是应许。那耶稣基督当天使对玛利亚报信的时候说，也这么说的，到明年这个时候玛利亚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就是应许生，那以撒就代表耶稣。当我凭信心就得到耶稣给我这个应许，我有了耶稣就一定能结出果子来，是不是啊？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一个爱，是生的。信心建立对了，清洁的心，我心已经被洗净清洁了；无愧的良心，耶稣把我良心亏欠已经撒去了，这个人才能结出爱的果子来。是圣灵结的果子，根本不是我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，这爱。是我憋出来的，是圣灵接出来的。圣灵，那我凭信心就能生出这样，是不是？无伪的信心、清洁的心、无伪的信心，就生出了什么？一个爱。好，再看，第六节，有人偏离这些，不去生、去憋、去装、去靠肉体守，错没错？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你看这叫虚浮的，他们掩耳不听真道，却听些荒谬无凭的话。虚浮的就是荒谬无凭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不是这么讲的，不是生，而是要自己要靠肉体成全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，还想做教法师，还不明白自己所讲说、所论定的。你想想，他教导的是谁？他自己都没明白，他教导谁呢？啊，好，咱们现在啊，找老师，你是找明白？咱们现在找英语老师，你是找会英语的，是找不会英语的？会英语的，不会英语在那瞎说，是不是？那舌头他都不好使，你不信？你看不会英语，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英语？不信你们中间谁会说英语的？你说说我听听，我听听你的是不是英语？你就会个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， 就是英语吗？比如说我会希腊文，会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
就会一二三，就以为我会下轮吗？是不是会呢？不会，这个人不会下轮，是不是？今天你要找个英语老师，给你孩子找个英语老师，找什么样的？找好的是找不好的，找会说的是找不会说的。你看这些教法师，这都是教人的教法师，而有的人就找这些东西。这些人干什么呢？这些人混饭等死的英国人，在教会中间充当师傅的。昨天我们讲到，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掩耳不听真道的那一伙的。这群人暂停教导，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讲说什么，所论定的是什么，自己都没明白，去给别人讲，你说别人能不能明白？啊？自己不会做那个数学题，代数、物理，是吧？化学、计算他都不会，他去教别人，能不能教了？啊？他自己都没明白，他讲说论定的，他自己不明白，别人会不会明白？不明白。所以呢？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有的人拿这句话又断章取义，律法原是好，所以我们要守。这里边说律法原是好的，不是叫你守的意思。这菜刀原是好的，但不是用你拉脖子。但你应用错了，行不行的？就这个意思。菜刀原是好的，菜刀往哪砍？往哪砍？切手指头行不行？它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菜刀原是好，切什么好？切菜。切菜。如果拿脖子好不好？如果把别人给砍了好不好？这原不是好的。这里边说，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什么意思？只要人用的合适，合宜就是合适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合宜、合适，用的妥当，用的恰当，用精义是用字句，啊，用实体是用影子，用哪个？用石板上是用新板上的，用墨写的是用灵写的，这圣经是灵写的，不是墨写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用什么写的？这里边为什么保罗提到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有的人不会用，有的人就不会用啊，是不是？那个鲁迅原本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鲁迅，你们这地方有没有？点豆腐鲁迅，鲁迅喝行不行？不行。用的合宜，当茶叶喝。行不行？不行。你就得活活把你毒死，是不是？卤菜原本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如果你点豆腐，就用的合宜。如果你把它当茶叶喝了，你就得死，必死无疑。听没听明白？那锤子用的合不合，好不好？原本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砸什么？砸钉子。是不是砸石头，往脑袋上砸行不行？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就明白。什么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呀？合宜就是合适、恰当、妥当，用的妥当，是不是？锥子好不好？针好不好？女人缝线的针好不好？往哪扎？往眼珠上扎行不行？只要人用的合宜，这句话你要理解，你要明白，要清楚。这里边说律法原是好的，你只要人用的合宜。保罗说用的合宜不是叫你去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，我要用基督，不用他的影子，这就用的合宜。我凭信心接受耶稣，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谁了？基督了。所以用的合宜，用什么合宜？用外面的，用里面的，用字句，用经句经义呢？用石板上，用新板上的，用灵写的，用墨写的呢？用定罪的，用称义的呢？用哪个呢？只要人用的合宜。这句话有的人就理解不了。律法原是好，只要人用的合宜。你看这不叫咱们用律法吗？
他就没往下解释，所以这个人的脑袋特别简单，笨脑袋，猪脑袋。好，往下看啊。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说没说？昨天我们讲的律法是外天的，这个地方是讲的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，表明一人守律法合不合宜，合不合适？不合适。啊，那猪啊，那拱嘴上穿个眼，戴个心环，合不合宜？不合宜。圣经真言书就有这样的，那个要是把女妇女美貌无见识，不明白救恩的女人，是不是？就如同把亲环戴在什么鼻子上？有鼻子上。猪鼻子上。这句话最合适的，就用在有许多人身上是最合适的。什么叫合宜？金环好不好？好。给猪戴上好不好？不好。不知道。因为他不没有欣赏能力。圣经经常讲说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不要把圣物给狗。你给人行，他能，他知道那是珍珠。那猪那东西上去拱一拱，闻闻那珍珠，那你不能吃，就践踏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扔给狗，它会咬你的；你要扔给人，它会感谢你的。这就看一个好东西分给谁，只要你用的合宜。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，你非得往一人身上放，合不合宜？啊？少爷回来，是不是？天国的王子回来，你拿个围裙来，带上下厨房吧。合宜不合宜？不合宜。不合宜。少爷回来，王子回来，是吧？你拿个围裙来，围裙给谁带的？我带的。对呀。你把围裙给他戴上了，合宜不合宜？啊，你看这东西你往谁身上戴？一个女人穿个小花衣服进来，王子来了，你把那花衣服来了给你披上，合宜不合宜？不合宜。那花衣服好不好？好。只要你用的合宜，往谁身上穿？给谁？你要给王子穿上了，他回头会骂你的，听不听清楚？啊？听清楚了。这样人用的合宜呀，王子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把女人的胸罩拿过来，合宜不合宜？你这是侮辱他。律法本不是给一人设立，你把律法放在一人身上，合宜不合宜？你这是侮辱那些义人，侮辱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成义的人。你听明白吗？贬低这是奴仆的恶。贬低了儿子，贬没贬低？是不是？人本明明是人，就说成是猿猴，贬不贬低？贬低呀、啊！我说这里边说，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，如果你把律法放在一人身上，合不合宜？不合宜，因为它不是为一人设立的。那如果不法不服，谁不服？谁不法？谁愿意犯犯法？谁愿意在靠守律法犯法？不法的，不服的，谁不服？律法本是塞人口的，堵人口的，是不是？他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他为不法的、不服的，抢人口、情感色、说谎话、欺假是和为别样抵正道的事设立的。为敌基督设立的，你去守是啥意思？证明你是敌基督呗？啊，耗子药不是给你下的，是给老鼠下的。你跑了，你吃上没钩，什么意思啊？耗子药得不得下？得下。谁吃？耗子药得猪食得不得熬出来？但猪食是给谁熬的？你跑那唰唰唰去了，啊！你跑那唰唰唰什么意思啊？证明你是猪呗。狗食给谁办的？给狗。给狗办的。那你跑那去吃狗食，证明你是什么？律法给谁设的？不义的人设的。那你跑那去守律法，证明你是不义的人。
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你去吃狗子，不证明你是狗吗？啊，证不证明？你戴马的脚环，证明你不是马是啥？你自己证明的，没有人证明，是你自己证明的。啊，你把围裙扎上，证明你是什么？奴仆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个奴仆的恶不能挟制我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，基督释放了我，是不是啊？使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啊。为什么有的人就愿意当奴仆呢？不爱当儿子呢？愿当罪人，不爱当义人呢？因为他就不知道哪个好，罪人好是义人好，他不懂，是不是啊？狗好是人好，有的人家里养小狗，特别那女人上街里可看到小狗，离老远我就能听见，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儿子，那狗它都能跑，还给狗穿上衣服了。你们看不看见过狗穿衣服跟他跑，他喊着儿子，证明他是狗，是人，狗就是狗。你说我不管这个时代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尊贵呀，把自己的给贬低了。一会儿我属狗的，我属猫的，我属兔的，我属龙的，我属魔鬼的。有没有属魔鬼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属魔鬼的？有啊，属龙不就属魔鬼？龙就是魔鬼吗？那圣经就记载龙就是魔鬼啊。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一节是不是就是龙就是魔鬼？将来从天上有一位天使下来，拿着物体上的钥匙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。魔鬼在愚弄中国人。上帝说：“我把动物造出来，属人，都归属人了。你管你，叫人管你。这人今天被魔鬼诱惑了，吃完分别上了后果，反过来变成人属动物了，是不是本末倒置了？这就说明你自动放弃了你自己上帝造你这个管理世界的权柄，你要去属兔去了。那兔被杀了，被扒皮了，你也被扒皮了呗。”我属牛的，牛天天在牛肉在那卖的，你也被杀了吗？有的人爱死不爱活，有的人爱贬低自己不爱抬高自己，是不是？有的爱尊贵，有的爱卑贱。我说狗，狗被勒的那样，狗吃屎你也吃屎吗？只要说我属狗，我就告诉你你吃屎了呗。那是魔鬼啊，在天干地支算卦里头用的，愚弄中国人的，就告诉你就属狗的，属龙的，属魔鬼的，你属什么？告诉我。属基督的。我们不属这世界的，你还说告诉你属狗，你属猫的，你就说你多大岁数就完事了，你几年生的就完事了，几年生的吧？为什么说我是狗？22狗。你中国人可不可怜？可怜透顶的。那说律法不是给艺人设计，他就非要去在律法下靠着律法成立，傻不傻吧？圣经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成立，他非要靠律法成立。圣经说律法不认为一人是，他非要。人说龙虾，他说虾酱；人说狗屎，他说我尝尝。有没有这样人？神把这些话语清清楚楚记载在圣经里，一句话都没有避讳不言的，只是有些人根本没明白。当他没明白，用自己的私意解理解，那律法不也是神造的？是啊，毒药也是神造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律法不也是神颁布的吗？为什么不少呢？是啊，太阳也是神造，你不去摘一下呢？能摘了吗？律法能收了吗？收。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成立，这已经告诉你了。下面说，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的、不服的。
不是为你设立，是为那些不法，谁不服谁不法，就为这些人，为犯罪的人，不是为一人设立的。往下看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的不服的，不法的就是在律法下天天犯法的，和不服的就不服气的，不虔诚和犯罪的。我们现在是虔诚的，是不虔诚的。什么叫虔诚？什么叫虔诚？谁能说说谁什么叫虔诚？就到现在什么叫虔诚，有的人都不知道。不虔诚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虔诚？敬虔。好，虔诚是虔是敬虔，两次合在一起的啊。虔诚，是不是？不虔诚就是犯罪的，不虔诚就是犯罪的，是不是？虔诚的是什么？不犯罪的叫虔诚。什么叫虔诚？虔敬，敬虔的心，是不是？这是不虔诚和犯罪的。虔诚代表什么？什么是虔诚？谁能说出来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就是虔诚。什么叫虔诚？道在肉身中显现，神在肉身中显现，这叫虔诚。你看，道成了肉身，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叫虔诚。神住在我里面，神与人同在，叫虔诚。以马内利的意思。什么叫虔诚？谁问你什么叫虔诚？以马内利，神和我同在，这叫虔诚。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了，这叫虔诚。谁在问你什么叫虔诚？虔诚不是我今天吃饭虔诚、睡觉虔诚、头跑生活里虔诚去。我今天虔诚，我虔敬虔生活，有吗？你看那天经文什么叫虔诚？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嘛。敬虔是个奥秘啊，有许多人把这奥秘轻忽地去解释了。什么叫敬虔？敬虔就敬畏神，虔诚敬畏神。虔诚是什么？敬虔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了。耶稣基督是道在肉身中显现的主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虔诚的，有主同在，叫以马啊。以马内利就是虔诚啊。谁在问你什么叫虔诚？最简单的，虔诚就是以马内利，休息一会儿。